有进步的张文琪却让队员好害怕。等一会儿，三个字，中文叫 dragon， 自己自己。Before. 一块，标准。你要量力而为哦。是。你不要他一直讲，你一直翻译，不用。好，好不好？你就记下来。你一翻译呢，我们就怕。